庆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有这一次的对谈。现在在荧幕上面是投影出我们的 Slido 的这个网站，那大家都很欢迎拿自己的手机或者是任何其他可以上网的装置。那都可以直接到 SLIDO Slido 这个网站来。那在这个网站上面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数字，就是今天日期，0331。那输入这个数字之后呢，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个匿名的聊天室。那为什么是匿名呢？因为如果是剧名，就是问问题一定要提名字的话，常常就会收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那但是呢，在匿名的情况下呢，我们才能够有很精彩的、有挑战性的对话。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有手机的话，就可以把它当然转到静音或震动之后，连到 slido.com，输入0331，任何想要问我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上面询问。如果你看到别人稍微滑一下，看到别人想问的问题，你也想要问的话，那你就只要按赞就可以了。赞的数量越高的，越会跑到前面。那只要是在前排的问题，好比方说目前第一名的是这个七个朋友们都想要知道的，就是平常喜欢看什么表演，有没有来歌剧院看过演出？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就会先回答，因为我等于是一次回答了七个人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大概我们到4点左右，就欢迎大家随时把想要问的问题，像我讲的题目都可以往上面放。那我有时候会用一些简报来回答各位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开一些网站。那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讲什么就取决于大家想要听什么。那如果在4点以前上面的问题全部都回答完了，那我们就提早结束。不过呢，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应该这次也是不会发生才对。所以大家就想要听什么就问什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喜欢平常喜欢看什么表演？是不是有来歌剧院看过演出？我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看的第一个舞台剧，应该是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优剧场在演《小王子》的这个舞台剧。那后来我弟弟唐宗浩也加入了优人神鼓的，就是练习。那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也常常去看他们练习跟看他们表演。那在台中这边，我们5月5号、6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明日亚洲”的一个社会企业的高峰会。那这个高峰会呢，本来呢，我们在抢刊的时候呢，是先到歌剧院，这就是我跟歌剧院结缘的开始。那但是呢，后来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高峰会呢，它不只是一个对谈，也不只是表演，它旁边还有摆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旅行，然后等等，所以它需要一个比较各种各样可以放各种摊位的空间，那所以呢，可能跟歌剧院呢就不完全的结合，所以最后呢也很感谢文化部的协助，我们是选到了台中的文创园区。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上次来歌剧院的时候其实是来抢刊的，那这是我第二次透过机器人来，那我也很期待，好比像说有一个新锐的一位叫做黄奕的朋友，他跟他的一位机器朋友叫做库卡。那我们之前有在国网中心参访的时候看过他的一些表演，那但是以我的理解，就是他很快的也会在5月来这个台中歌剧院的小剧场表演，那所以我也是很期待，就是不管是透过远距的，或者是透过近距离，如果有空的话，也能够来看他的表演。那大概这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有的朋友马上就追问，这个系统的好处就是说，任何时候大家都可以追问问题哈。所以就有位朋友问说，那我未来来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开一个机器人来歌剧院看表演？机器人要坐在哪里呢？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大家报告就是说，我现在走来走去的这一排那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故宫南院的时候，我在上面放了一个360的一个录影机，所以呢，不但是我自己可以带着 VR，就好像人跑去故宫南院一样。那我也可以去带着所有一起看直播的朋友一起进行导览。一般来讲，在博物馆里面是不能够录影的，但是呢，这等于是透过直播来规避了这个限制。
所以就有很多朋友们一起跟我去看故宫南院的，当时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展览。然后呢，大家问问题，在旁边聊天室问问题，就像今天 Slido 一样，然后就拿出来问我们的馆长。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不只是我自己透过机器人来看表演，所有人都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表演。那这个工作，后来这台机器人也就是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网络治理论坛的同一个型号。那同样的道理，在我去日内瓦开联合国会议的时候，也不是只有我去，而是说包含我们交通部、我们 NCC、我们各个不同相关的这个官员，等于也都是附身在我身上，附身在这台机器人身上去参加国际会议。那目前在联合国相关会议已经出现3次了，所以这个慢慢就变成一种新的模式，然后大家都可以蛮习惯的，就是看到台湾来的机器人走来走去。那以上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回答啊。那我们就很快嘛，就有25个问题了，应该这个不怕没有话可以聊。有位朋友问说，我曾经被媒体称为台湾电脑的10大高手之一。那跟大家讲一下，这是在1997年左右，1996、97年的一个报道。那距离现在已经有超过20年的一个距离，所以说20年前这个不提当年勇这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先跟大家说一下。好，那但是这位朋友问的是说，我觉得台湾现在在科技这一块的创新能力，是否还有跟全世界竞争的这个竞争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终于有机会来秀一下我本来准备好的简报了。好，我们来确定一下简报是有放出来有放出来。这个呢是我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网络讲台湾的创新的一张简报。那这张简报呢，它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竞争力的这个想法，就跟我们在上个世纪，我们说公部门的治理是一个要有威信的这样一个治理，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一个观念，就是差不多就是1996年那个时候的观念吧。那那个时候的观念呢，里面政府就好像是中间的这一条绳子，我们在这个绳子的功能里面有2个，一个是说确保社会上各界的不同的利益。好比像说，劳工跟资方的利益或者是环境跟开发的利益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双方都不会伤对方伤太多。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不能断掉，就是我们自己要是一个连接者，能够把左边讲的话让右边听得懂，右边讲的话左边也能够听得懂。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政府当然它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公正的裁判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来维系的两边，它可以在竞争的同时，又保表示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性。那这个呢都很棒，但是呢，大概这个模式呢，10年之后，2006年左右，就大家都知道，就是社群网站，mobile web，iPhone 或者是其他的智慧型手机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简单来讲，就是说左边跟右边的这些可能代表公民社会跟私部门，或者是各种不同利益的朋友们，根本不需要靠着政府，也不需要靠着民意代表，也不用靠着媒体，就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很快的就可以纠团，在网络上面有几千人以上上万人就可以即刻去行动。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整个过程里面的政府中间这根绳子，一方面绷得越来越紧，就是双方的组织力越来越大。那二方面呢，我们也越来越容易断掉，就是越来越变成左边跟右边讲的话，彼此都不相信，或者是彼此难以沟通。所以，我们这整套就是说，要促成各方的社会的竞争力要在这个中间去平衡各种利益等等的这种治理模型呢，慢慢的好像就走到了一个危机。那这个也不是只有台湾，我们看这10年来的各个民意调查都可以显示，全世界越民主的国家，社会上面的信任就越低。越民主的国家，支持率，它的这个院长部、总统支持率就越低，大家对于政府的信任就越低。反而是说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的地方，大家就都不相信政府。那这个呢，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在这边的朋友虽然问的是竞争力，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说，也许我们现在要想的不是竞争力，而是另外一套想法。那我把它目前暂时称为协作，就是 collaboration。协作的意思就是跟不熟的人，甚至是立场不同的人，还能够一起工作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推展社会创新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我们不再去问说，哎，我们要怎么平衡大家中间的利益，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去搞清楚说，哎，双方不会彼此伤害。我们问的反而是说，大家有没有办法一起想到某一个大家都可以，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些能够凝聚大家的力量，不管是社会的力量还是企业的力量等等，然后往这个方向能够一起往前走的这个使命。所以不管社会使命也好，社会影响力也好，就会是我们现在不断的问自己，然后也是问社会各界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就是说，跟自己立场不同的人，我们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在这个中间彼此合作。那做这件事情的朋友，其实在台湾绝对不是从公部门先开始的。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不管是透过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透过 NPO 就是像基金会、协汉基金会的组织形式，或者是透过像公司这样子的组织形式，我们有各界的朋友都非常擅长结合，不管是弱势就业，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消费市场等等的力量，让大家看到说这些加在一起是有乘数的这个效应，而不是好像彼此抵消的这个状况。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讲，我们是在跟这些社会企业的朋友们学习怎么样来做治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结合新一辈的朋友，像这个是一个叫点点善的团队，他们是一群设计师，他们就是去有系统的看到社会上所有所谓的弱势者，然后去找到这些弱势者在某些地方其实是比你我都强势的。好比像说右边的这个犀牛队长，他就是喜憨儿画出来的。其实我们在画画的时候脑里会有各种别的思绪，但是喜憨儿他的脑里是很纯粹的，这个时候他做出来这个画作就有单纯感动人心的力量，在这个方向里面他其实反而是强势。又或者像说他们会跟盲人朋友合作，像欧洲有家也来台湾的社会企业叫做黑暗对话，他就在全黑的空间里面，然后让盲人朋友们来引导我们去做共识营，或者是去做一些讨论。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在全黑的情况下都会很 vulnerable， 就是很觉得哎，这个不知所措。所以这个时候，盲人朋友们就非常的镇定，非常的有自信心，然后可以带领我们。那也就是说，你参加这样一次黑暗对话之后，对盲人朋友就改观了。那像这次点点善，他们就是结合接麦的朋友，就是在街上卖东西的朋友们，同样的把他们翻转，变成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好像只是单纯的所谓的弱势朋友。那所有这些题目的重点都是在跨界的结合，那这个结合需要的是协作的能力。我觉得在台湾，因为我们的言论跟机会自由都是全亚洲最高的，那透过网络来进行公民参与，各种这个性别的在网络上面发生的平权等等的这些指标也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literally， 所以我们最有能力去结合各界去进行社会创新。我觉得这个就不是跟全世界竞争，而是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我觉得不管在外交上还是在创新上面非常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有位朋友，林秀芬这位朋友问说，这位朋友有在现场吗？Hello， 对，问说这个对一个临终的病人啊，在医院弥留的时候，以一只有温度的机器手来取代人的手去握他的手的一个想法，这是我觉得非常创新的一个见解。我们在做远距视讯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一台机器人，它叫 Double Robotics。我们在实验的时候，我们是跟一个叫 Trip Moment 时刻旅行的团队第一次在故宫实验。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刚好就是讨论到这一点，就是说感觉上虽然它可以把我的脸或者是我的声音带到现场，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去控制在现场的我不能握大家的手。而且我如果是透过好比方说我现在是用荧幕上面远距在操纵这个 Slido， 那这个其实一般人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感觉上简直就像是魔法式的一样子，就是说哎，我一挥手哎，灯就暗了或者灯就亮了之类，那这样子好像跟真人就更不像。所以说呢，他们当时的一个具体的建议刚好就是说在这个机器人上面装一只手，然后它就是用来握手，然后我在这边按个键，它就可以往前或者是往左这个动这个手。那握的时候呢，我在台北这边我也会有一个装置，然后呢感
受到你握的这个力量。那所以这真的是我之前想过的一个。那你延伸这个就可以变成是我的手的移动，好比方说我写个字或怎么样，那边的那一只手也跟着签名，所以我就可以远距签名了。虽然我不知道远距签名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公司我们的那个团队的同仁也做出了这样子的实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挂在这个机器人上面。那所以我的想法是说，这非常的创新，而且也非常值得去做。可能不一定要到有临终病院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就先去测试看看，这样子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到某一个程度，当我们要真的要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这样子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做机器人学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 uncanny valley。uncanny valley 就是说，我越像真人，好比方说卡通人物，他画得越清楚越像，像大家看过一些皮克斯的一些电影或者迪士尼的电影，到像到某个程度大家都会觉得很亲切很有温度。但是呢，到像到太像但是又不是人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忽然觉得说，哎，这是人吗？反而心里会有些疑虑。然后呢，要比这个解析度再更高，就是哎，真的跟人完全一样栩栩如生了，你才能从这个峡谷里面再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做机器手臂还是做什么别的，大概都是在这个峡谷的左边。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要测试，就希望说我们不要不小心往右就跑到那个峡谷里面去了，然后反而让大家有一个陌生或者不熟悉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一再一再的实验。啊，这相当多的问题，已经31个，有16位朋友想要知道说，我觉得下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科技是哪个东西哈？这个简直是把我当作水晶球在询问，应该不是预言科技了啊。那不过呢，我们的戏骨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未来它是已经来到了，它只是还没有均匀的分布。那这句话其实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有一位科幻小说作家叫做 Gibson， 他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然后尝试着他们当时有个叫 Wired 的杂志，在 VR 里面去移动，然后去感受这个 VR。其实呢，那是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呢，当时的 VR 有问题，就是说你待在里面超过5分钟，你头就会晕，然后而且无药可救。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VR 是到最近才开始普及。但是呢，这5分钟已经够这位科幻小说作家接下来就写出了一系列的我们叫做 Cyberpunk， 就是虚拟空间朋克吧，这样子的一系列的创作。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子的想法，它是先在文学家、艺术家这些创作者的脑里爆发性的成长，然后呢，可能20-30年之后，我们才真的看到它在日常的应用里面开始扮演一个角色。所以这两个就是一开始去期望到它的用途，跟它真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成长阶段。所以最近最红的，不管是 AI 也好，或者是区块链也好的这些技术，其实这些技术都是在30年或者40年前就有研究社群已经去把它做到一个程度。但是呢，就是很关键的，好比像说计算的这两个技术刚好都是 GPU 的这个计算的效能，图形显示卡的计算效能便宜到一个程度，突然之间大家都可以用，然后大家才有爆发性的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成长。但是在当年，其实他们在研究者身上就已经有爆发性的成长。讲了这么多，我现在觉得说，下一个会有爆发性成长的，而且有社会影响力的科技，应该就是无人载具。无人载具呢，它不是只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无人巴士、无人车之类的，它很可能是像我们这几个星期在台北空总的这个文化实验室都有在测试的无人的三轮车。你就看到一个三轮车，它的那个脚踏板就是自己太阳大的。然后呢，因为三轮车它是行人的路权，所以它也不用申请什么执照，然后它撞到人也不会怎么样，虽然它没有撞到人。所以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看这样子的一种好像新的物种一样，跟人的互动是怎么样。你碰到它的时候，你要怎么叫它停下来？它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它要怎么解释给大家知道？如果发生事情了，他要怎么样告诉大家说，哎，我刚刚看到是什么，我是怎么想的。也就是说，这种跨物种之间的对话，我们反而是在像这种速度慢的区域小的跟人很接近的
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去发生，就像人跟狗一样，就是去协同演化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种协同演化在无人载具上面是大家最有感的，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业配一下，就是可能下个礼拜就要把我们的无人载具的沙盒创新实验条例啊送到立法院的原因，因为我们觉得说台湾是一个很有这个社会包容性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去看。怎么样去设计出这样子一种会动的 AI，才是大家真的能够接受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这边试验出了一套模式，它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我自己之前去澎湖的南方四岛，那是一个三级的离岛，那他们那边的交通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大到说，他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海巡署的船来接他们去医院等等。那有无人载具，不管是开一开就飞起来，还是飞一飞又可以降下去，就可以变成一艘船。这样子的东西，对于偏乡的朋友们的机会的均等，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11位朋友想知道说，我认为未来10年年轻人应该具备的这个科学艺术的一个技能，这个呢又让我有秀简报的机会。OK，我们就以这个天赋城市来讲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碰到了哪些技能啊？在这里面，我们当然第一个看到的是视觉设计啊，从喜憨儿画出这样子一幅图，然后把它变成这种能够讲出一个故事的视觉的讲一个故事的方式，这当然是视觉设计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工作呢，是我们叫做服务设计的工作 （service design）。像我的工作目前是公务员，公务员也就是公共服务员。公共服务员也就是帮大家去进行服务。那我们如果要是专业的服务员的话，我们就势必要去设计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服务，大家的感觉才会最好，服务才会最顺畅。那服务设计的工作就是这个，就是不像产品设计，它是产品设计是把它包装啊，把它的一个一个的东西把它设计出来。服务设计是把一个一个的体验，从你接触到它到你下一次接触它的整个过程，化成一个我们叫使用者的旅程。所以，如果在街上卖东西的朋友，各位可能都有碰过，不管是卖口香糖还是卖卫生纸，那像这些朋友呢，大家在街上可能就看到他这样子缓步而行，然后呢，你如果停下来，他可能跟你说：“先生、小姐，行行好，买个卫生纸或口香糖。”那我们用服务设计的角度呢，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使用者他脑里冒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诶，他的营业模式到底是什么？他后面是不是有人在利用？它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它的解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有疑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的感受就不会是最好的。那第二个是说，因为刚刚讲的互动比较有限，所以说当你第二次、第三次来的时候，你可能第一次真的掏出钱买了，可是因为互动有限，你比较不容易知道它的故事，所以就会变成是这是一次性的，我们叫 transactional 的接触。那一次性的这种接触呢，它在下一次的时候你也不会更了解它。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形象就不会因为这个互动而改善。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卖的这个商品，其实别的地方也买得到，至少隔壁的便利商店就买得到，也没有卖的比较贵，所以其实也没有必要跟他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接卖者就往往常常被当作是弱势的或者边缘的这些朋友。所以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服务设计的概念。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这种跨界的去整合的这个概念。跨界整合的这个能力呢，或者说策展的这个能力，它的重点是说，我们先有一个共同的 purpose，就是我们的社会使命，把它讲得很清楚，然后就去说服。好比像说，这边是人生百味，它也是另外一家社会企业，它专门做的事情就是跟无家者、跟接卖者、跟有各种各样子的，不管是身体或者心理方面的困难的朋友们，进行对话，用他们理解的方式，让他们就是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跟人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互动，然后呢去让他们知道说，用这样子的方式，大家才更能够了解你的遭遇，更能够讲出你的故事。那当然，刚刚讲说产品设计虽然不是服务设计，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有做辅具的朋友们加入这个计划。那这个辅具的朋友就是把看起来破破的一台轮椅改成感觉上就是很酷的一个电动的一个平台。那这个电动平台不但很符合人体工学，而且呢还有一面很大的屏幕，就像这个 iPad 屏幕一样更大一点。它不但可以有一些互动的轮播的一些广告或节目，而且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折起来变成挡雨棚。那这个就一下子就让人觉得说，哎，这是一个专业者的这个形象就可以透过产品设计而塑造起来。
那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行销的能力。行销能力，它不完全只是卖东西给单一的个人，它比较是我们叫做 business development，就是说他要能够去把这一整套故事，去让另外一个大的企业体或另外一个大的事业体，让他看到说你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概念，能够创造互利双赢的这个关系。那可能这个团队呢，就直接跑去台北市政府说，哎，你不是在推公平贸易吗？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兼卖车上面就可以放一些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公平贸易的茶或咖啡，或者他去别的地方说，哎，你不在推农村再生吗？那我们是不是放一些这个地方的一些有机的，或者是甚至原住民族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食物或产品等等？也就是说，让他看到说，这些是结合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最后，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开放心胸，然后呢，去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这个能力。这个团队在谈了以上的这种技能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做法，就是他们说，你只要在群众募资平台上面曾经给过我们一些钱，那我们就会把大家的意见也纳入我们接下来的规划里面。那他们在群众募资平台本来募80万，一下就募到了超过100万，但是呢，这就像是《汤姆历险记》里面的那堵墙一样，大家掏这些钱出来买的，反而是帮他集思广益，帮他继续想点子的这个权利，这蛮有意思的。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当了他的顾问，而且当他的顾问还要付钱。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收到了很多很好的点子，好比像说爱台湾的热点如果不够多的话，这辆车也可以当网络热点。好比像你手机没电了，那你就可以在这个车上面坐下来，然后呢，把这个给它充电。充电的过程里面呢，因为这是一台电动车嘛，它就可以充一些公平贸易的咖啡或茶给你喝，然后一面让你更知道它的故事，顺便也让这个接待者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变得更好。那或者忽然下雨了，他也可以从车上面拿出一些雨伞来折叠伞。所以这辆车呢，就有点像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产物。所以把这种大家的共同创作的产物，甚至一些批评啊，我们说这个会炒的小孩，就邀到厨房里面来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扭转大家的负能量，变成共同协作能量的这种引导 facilitation 的能力。我觉得它不太是一种技术了，它应该说是一门艺术。那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facilitation 主持的这个能力。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年轻人，也不只是年轻人，任何年龄的朋友们，在未来10年最重要的一些技能。这些技能各位可能可以看到，都是跨领域、跨时代的，也就是它并不是单一的学门，这些学问都是学着怎么样去结合各种不同别的学门的长处的理论。那这边有一个朋友问说，请问我觉得台湾现在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个问题问我呢，其实不是很公平，因为我基本上在台湾就没有接触过什么教育，我国中2年级就辍学了，然后之后都是自学的。那我在国中2年级之前，小学6年读了6所学校，那所以我其实没有在哪一所学校待到成到，知道说它的问题是什么，我就又转学了，从来没有做过暑假作业。那但是呢，anyway，在这个前提底下，我还是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好在入学之前，我有参加过大概1年多左右的我们12年国民教育课程发展委员会的工作。那12年国教课发会，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之前呢，曾经有过一些黑箱的争议啊，那所以我去呢，就是帮他们打字。我去的前2天就打了非常非常多字，把大家开会的过程全部都公布在网络上，让大家看到说，国教院以前可能很黑箱的，但是现在开始就不黑箱了。那我想，这个新的课纲即将在明年实施，那这个课纲我们就是看到之前的教育的问题，然后现在透过这个国民教育的课纲试着去解决它。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以前，就是我们是用一个叫做技能导向的方法来做国民教育。所谓技能导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预测社会上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科目，的需要的技能，我们可能把它做成一个大概20项的不同的表，然后呢，就去让学生分流，然后分流的过程里面呢，就让大家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技能，然后呢，去训练那样的技能，然后呢，去把人做分工。那因为有分工嘛，所以就像20几条跑道，在上面自然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我们就跟那些跑得快的人说，好棒棒。是第一名，然后跑得慢的人呢，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卤蛇啊或什么东西的这个标签。那这件事情呢，就会让大家都充满了竞争力，但是呢，就没有什么合作的能力。
那这个其实是整个东亚的共同的教育 的问题啊，这也不是只有台湾。那我们在做十二年国教课纲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完全推翻掉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技能导向教育就不存在了，没有这个想法。现在就是叫做素养导向的教育。什么叫素养导向教育呢？就是我们这些写课纲的人，我们放弃去预测十二年之后到底会需要怎样的技能。所有的资料都告诉我们说，十二年之后的产业里，十二年之后需要的学门，大概有一大半，我们现在根本完全一无所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训练小孩，去做这些技能呢，我们事实上是完全没有这个底气的。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 instead 就是不要做这些，那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让所有的小孩都有三种基本的素养，我们透过九个面向来促成这三个素养。这三个素养分别就是自发的能力，就是随时看到一个问题，自己就去找到解决方法。所谓的书到用时随便找的这个能力，就是要去看各种各样子的网络上的资料，去认识不同领域的朋友们。但是总是碰到问题，自己找出解决方案。那因为这样的问题，老师的跟学生的关系就改变了，就不是老师就滔滔不绝的讲一堆东西，而是学生抛出要解决的问题。自发的想要解决，老师作为一个过来人，就跟他一起去学习这样的角色。那自发之后，第二个是互动，那互动的技能是非常重要。但是呢，重点不是在技能，而是在心态。如果我的互动就是把别人当做一个工具，然后好像只是运用别人来达到我的手段，那这样就不叫互动，这样子就只是利用别人而已。所以互动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别人也当做目的，试着找到我们双方的共同的这个价值。那这个就是在互动沟通上面我们强调的技能，这里面当然也包含批判思考，也不是只有跟人互动，也包含跟 AI 或者跟各种不同的其他科技物互动，跟动物互动等等的这些能力。那第三个呢，就是共好，就是 common good， 也翻成共善，就是在这个自发跟互动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去问自己说，那我还可以有怎么样的贡献，对大家都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素养，我们觉得是不会过时的。所以就算十二年之后，还是对大家都有用。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让大考中心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子考这种完全是死背的技能，它不断的要去强调这些素养的重要性。但是大考中心也好，教科书也好，师资培训也好，这些都很容易。我想最难扭转的就是家长的观念。如果家长还是希望小孩进了学校之后，他是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且这个有用呢，是所谓的竞争力式的，好像是就是社会的某种工具这样的用法。那么这个工具人士的这种期待，在未来就是人形工具满街跑的这个情况下，我想就是会造成小孩自尊上很大的一个受创，因为可能他会自己认同说啊，我就是做某个技能做得很好，哎，然后过两年 AI 就把那个东西拿过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造成很大的社会上的动荡。但是如果我是有一个素养，是说，哎，我要找到社会共同的问题，我跟大家纠团组队打怪一起解决它，那这样子随时发生新的 AI 或者别的技术上的进步，那就是哎，又帮我省一些力气，会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所以我想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是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调整这样子的想法。有十位朋友想知道说，以前我曾经公开表示喜欢《关键少数》这部电影。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还有什么电影是我喜欢的？然后也可以用来解释我现在关注的议题啊。我之前常常在 VR 里面去看电影，那但是这个电影就不只是电影，它比较像是一种体验。好比方说，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它叫做《Notes on Blindness》。我是用英文看的，所以我不太知道中文翻成什么。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书到用时随便找，我来赶快 Google 一下。它叫《失明标记》，中文翻叫《失明标记》。那它虽然是一部电影，它讲的就是一个人逐渐失明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在 VR 里面看的时候呢，它就不是这样子，而是我戴上去的时候，你知道 VR 吗？就是把一个手机装在一个盒子里，然后戴到眼睛前面。那所以其实一戴上去就失明了，就是变成完全黑色的。所以在这个体验里面，我不管怎么样看啊，它都是完全一片漆黑，然后慢慢才开始有音乐，然后才开始有这个人的手掌出现，他描述风吹过来的那个声音，那这个声音我开始想象那个树的形状，然后就慢慢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些轮廓等等，所以等于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体验了失明的人他是怎么样去感觉这个世界。那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VR 是很好的一个媒材的原因，就
是因为在那个里面，我们不只是好像隔着一个荧幕去想象一个人的状况，而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去感受到一个人的状况。那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我花很多的力气去，好比像说在全台湾各地巡回啊，那巡回的过程里面，我会用360的方法去做记录。那做记录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让在台北的这些官员们、这些各部会的朋友们，还是要戴上 VR， 会用一个很大的投影，就可以感觉到实际第一线在农田里面、在部落里面、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里面，到底他们反映出这些社会问题跟社会创新，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第一手的经验，这是非常难去了解。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最关注的议题，就是用网络取代马路。有的朋友说，对于立场不同的人，他都说我可以消灭相对立的言论，或者是产生相对立的言论，这是真的吗？那我觉得台湾的政治还有救吗？就有点作弊，因为这是两个问题哈。不过既然大家都已经投了这个票了，那我就两个都回答吧。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问的是说，我是不是能够产生相对立的言论？如果问的是说，我看一个东西，我没有能力用正反两方思考，然后并且呢，这个实际留言产生出一条论述，我当然是有这个能力啊。那但是说我有没有能力去说，哎，好像说用自动化的程式，然后去培养什么网军啊、什么水军啊、什么这些东西呢？那当然是完全没有的。首先就是第一个，我就不是学这个的。然后第二个是说，你要真正看到一个言论，而且提出跟他相对反的这个论述，而且还能说服。这个需要的是批判思考的这个创造力。以我所知，目前 AI 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境界。目前 AI 大概能够做到的就是帮你当一个搜寻引擎，帮你去找到跟这个相支持的论述或相抗衡的论述，然后贴一个连结给你。这个目前是 AI 真的是可以做的。那我们也有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呢，你要它从头产生出一个相抗衡的论述呢，目前是蛮高估了目前 AI 的这个进步的成果。那所谓的消灭的意思，想必就是把人家的什么推特账号下架、脸书账号下架、PTT 账号下架，或者是什么别的账号下架。那我没有这个能力，绝对没有。而且就算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绝对不会去使用因为我真的很相信人们自由的价值。但反过来讲，就是如果 PTT 哪一个版的版主，他今天就是说，哎，你违反了版规，我要水捧你60天嘛，他也不会接到这种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说，哎，我可以水捧这个人，他是我朋友我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就是说，网络社群他当然有他自己自律的规范，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自律规范能够越透明越好，像 PT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这样子并不是因为是业配，而是说有参与 PTT 的一些小群组啊、组长啊、版主啊等等这些规划。那我们也在期望说，所有的社群网站都可以把它的这个版规，把它弄得更透明，更容易让大家知道。然后呢，更不会有这种好像一旦无法解释，那就都是好像唐凤这两个字，像是一种咒语一样，就是说啊，他又被唐凤了什么等等。那我对自己的名字是没有那么执着了，就是你要这样用就这样用吧。但是呢，事实上就并不是我做的嘛，大概是这样。那第二件事情是问说，台湾的政治还有没有救？关于这个我有个标准的回答，就是说台湾的政治要自己救啊，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那这个并不是句空话，因为我们在临时政府GNP的那个口号就是说，每一次当你看到一个状况，你想要问说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先要问说自己能不能当那个没有人啊，就是说先假设说没有人做的事情就是我的事。那再去找到全台湾、全世界关心这件事情的人，然后组织起来，人人都是没有人。那但是呢，到最后就把问题解决了。那所以台湾的政治也是一样，如果有大家愿意下来救，那他就有救；那如果到最后大家都不愿意下来救，那他就没有救。事实上就是这样。那民主政治的整个重点就是，大家跳下来的时候是一起救，像刚刚那个图形是大家力量是聚集的，还是大家是彼此抵消的？如果是彼此抵消的，那就比较难救；但是如果是能够彼此互相切磋、互相聚集的，那就比较有救。大概是这样子的回答。有位朋友问说，政委的工作啊，是不是符合我改变社会的理想，以及为什么？政委就是所谓的政务委员。政务委员各位可以把它想成是院长的影分身。就是说院长有9个影分身，那我们在院长所指定的特定业务里面，可以代替院长去
了解实际的情况，去协调各个部会。这里协调的意思，具体来讲，就是如果有某个议题，所有部会都在彼此推皮球，说这不归我管，不归我管，不归我管，那政委可以管，而且去说，那这件事情就是各个部会要分去做。像之前电子竞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又有一些事情，部会各自都说，哇，这个我管，这个我管，这个我管。然后呢，大家彼此之间互相重叠，然后呢，彼此之间又不知道彼此在做的事情。然后像我刚接政委员，担任社会企业业务的时候，当时经济部正在办社会企业院、社企院，劳动部也在办社会企业院、社企院，双方都有很多论坛、很多活动，邀了很多专家，但是双方都不知道彼此正在办社企院。然后呢，所以说从这个民众的角度来看，就会非常非常的 confusing。啊，因为这个好像政府有一个社企院，可是有两个单位，而且这两个单位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那像这种情况下，也是政务员能够帮忙的，就是确保说每个人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然后呢，可以把大家浪费的力气、重复的工作，想办法做出一些更有效的去调度。那这两个是政委的工作，但是呢，政委并不是一个决策性的东西。我进行政院到现在，我可以说我并没有下过任何一道命令，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个裁示，我从来不裁示的。我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因为我的劳雇协商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不接触国家机密，所以凡是我看到的东西，都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我只要在内部开任何会，我是主席。那这样子的话，在两个星期14天之后，各位就一定可以在我们网站上看到会议的逐字记录。那当然，同仁会把里面发言很有情绪的部分，或者是把上了头条之后可能会很难看的一些东西，稍微做一些语句上的修饰。所以各位看到逐字稿的时候，都会觉得公务员真的蛮专业。但是呢，我做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大家看到之后，有的会发 PTT 的站内信给我，有的会写 email 给我，有的会在我们论坛上留言，我就会把大家的情绪性的字眼都拿掉，只把有建设性的部分带回到部会的会议上面，说，哎，网友谁谁谁他说什么什么。那这个时候部会都会觉得啊，公民社会真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有建设性，因为所有情绪性的部分都被我拿掉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双方的这个讨论就比较能够对焦。那这个我想我就是作为一个通道，那这个就比较不是去改变社会，而是帮助社会能够看见自己，然后能够改变自己。这个呢又回到我的情报，就是社会企业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功能。像刚刚大家听到这种创新的模式啊，就是透过某种创新，在这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然后来达到社会使命，来发挥社会的影响力，解决社会问题。那在台湾去年联合报运行工程跟星展银行做一个调查，你去街上随便找一个人，然后呢问这个问题，说那你愿不愿意多花一些钱买，或者甚至去投资，愿不愿意掏出腰包来关注这样子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5个人里面有4个人都说啊我愿意。那但是呢，如果再进一步问说，那你讲不讲得出一套社会企业的模式？你讲不讲得出它具体的解决了什么社会问题？5个里面有4个是讲不出来。那所以呢，这个状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明觉厉，就是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我觉得它很厉害。好，那但是这个对于大家具体的出钱出力投入社会改变不一定那么有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具体的工作就是在让大家除了觉得这个模式很棒之外，不断的介绍各种社会企业的这种案例。在这个案例里面，我就会一直跟大家说，哎，你到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目前在台北有1个，在台中有2个，很快在台中会有3个啊。到了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就像一个橱窗一样，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创新的人在这边去跟你做说明。那这是我们台北工总社创中心长的样子，这个是足球场，也是谢寒儿的作品啊。我们自己来画都应该画得出这么有创意的作品来。那上面的每一个小方框就是一个社会企业，那这个社会企业呢，它的故事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去看到，甚至有一些你扫的 QR 码就可以买到的一些社会企业，不是只有北部的，全台湾的都在这边。那也会抓紧每一个机会去告诉大家说，哎，你有什么想法？有想法就来这边告诉我。因为我每个礼拜三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我都在这个地方。因为空总呢，离我住的宿舍就是部长，所有部长住的那栋大楼，信义大楼，走路只要9分钟。而且呢，这9分钟里面呢，有7分钟都在建国花市里面，所以是一趟非常惬意的这个旅程。那所以呢，因为就在我住的地方旁边，所以有事没事就走过来。那礼拜三我整天都在这里，所以任何人只要愿意，他跟我的对谈，逐字记录上网，他就可以参加政策制定的过程，而且呢，也可以
任何的询问，我都会很愿意的回答。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不是说我来改变社会，而是这些改变社会的朋友透过我找到他们需要的资源，找到他们需要的帮助。在这样子，我们叫做 Office Hour 运行了，从大概半年前开始运行了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这个很骨感的事实。这个现实就是说，会跑来 Office Hour 找我的人，不管是近端还是远端，他要么就是住台北，要么就是住的离高铁站很近。除此之外的朋友都不会来找我。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需要这种高频率的一对一的这样子的讨论。如果他不是住在这样子的地方的话，他就算拿个 PowerPoint 来给我，其实他也没有那个信心说，哎，我真的能够听懂他讲的话。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运用这种远距的方式，在空总社创基地这边呢，我们每两个礼拜，有时候每个礼拜的礼拜二，我们就让12个不同的部会的朋友们都跑来这边报道。但是呢，他们坐在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这一栋房间里面，左边的这个房间呢，就是像好比像说我们这个礼拜是在花莲，那花莲呢就是左上角的这个地方，我就会实际去花莲去跟他们在地的社会创新，以及像地震之后做一些社会组织的朋友们去面对面座谈，他甚至带我到他们的西瓜田里面去看他们怎么用无人机空拍去算西瓜等等。那但是呢，这个过程呢完全是双向直播的，而且同时中间这边呢，台东大学的朋友们也一起加入视讯连线，因为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要跑到花莲也要花三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把东部的这两个地方以及台北12个不同的部会全部都连接到了一起。那连接到了一起之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变成是大家都能够去看到这个每个人的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可能对于各部会或者是各个其他的team 都有一些询问。那这些询问的时候呢，我们各部会的朋友们在台北就会及时回答，因为每个部会都在。那一回答，旁边部会就知道啊，以后皮球就不用再推了，就给他就对了。所以慢慢的，他就变成一个虚拟的 team。那因为有这个虚拟的 team，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说，那我两个月之后再回来这里的时候，所有两个月前提的问题都必须要解决。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非常快的滚动式的行动内阁的方法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那各部会的朋友也不用一直就是跑来跑去。那我一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就是还觉得蛮孤单的，而且觉得说这个视讯的系统啊都烂烂的。那但是我这样子询问了两次之后呢，慢慢的这个视讯系统，因为是当时 SaaS 的时候才够的，所以呢这个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那所以呢，慢慢的大家这个各地方的视讯都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变好了。那现在我们也知道，院长在每一个县市都不断的巡回，他第一次巡回完，现在即将第二次巡回。那所以这整个过程呢，我想我们都可以让各部会的朋友们更进一步的能够看到不同地方朋友们就是具体的贡献，然后以及能够做的事情，这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下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也有限，所以我接下来不一定会每个问题都念出来。下一个问题问的是开放政府，就是居里密曾经提出过开放政府的这个口号。那请问现在的状态，距离这个开放政府的目标达成了多少？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 ，Idle， 不晓得出来。我们现在用的这套软件叫做 TeamViewer， 它刚刚有稍微中断一下，哎，好了 ，OK， 所以这边，而且下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那非常好 ，OK， 所以这个问题问的是这个开放政府，其实开放政府这个口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014年底在选举的时候，当时柯文哲这位参选人以及这个赖清德这位参选人。都有提出来过的口号，是在市政府层级率先提出来，而且也可能因为有提出这个口号的关系，所以就当选了。然后呢，在当选之后呢，当时的内阁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那所以就是江宜桦院长换成毛志国院长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一个打不过就加入的这个模式，然后就在当时就是2015年初的时候宣告说，哎，开放政府，会变成这个国家的政策。那所以我想，这不能完全说是居里密的功劳了，也是就是当时的地方政府选举的时候，大家都发现说，哎，开放政府它真的是一种可行的一个方法。我自己的这个政治理想
法的流行，就是我有一份工作，但是我有个人的政治理想，对不对？我个人的政治理想，是大家可能知道是安娜奇，就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安娜奇的理想是说，任何人都不需要对任何人下命令，完全没有任何官僚的组织。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说没有我们现在熟知的有官职、官等这个就是长官、属官、承办上级、下级的这个意义上的政府，没有阶层、没有科层的政府。那这个是我个人的政治理想。所以呢，我觉得离这个目标呢，我们目前走的达成率可能是1/1003吧之类的，就是还远得很。那但是就是说我理解到说这个状况，就像康德说的规范性理念啊，就是我知道在我这辈子大概看不到它的实现，但是呢，它是可以像北极星一样，就是告诉我们说哪些方向是对，哪些是更能够增进政府跟人民的互信。哪些情况下，整个社会企业或者是社会创新的朋友更知道政府是怎么做这件事情，以及他们知道到一个程度就不用靠政府做了，只要多一件事情是政府不用做的，然后大家能够自行组织做的，我觉得就是又前进了一小步。那但是我了解到说，哎，我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这个阶层式的政府完全消失啊，which is fine，这个就是留给下一代来继续做。那所以这是对这个问题非常具体的回答。有个朋友问说，可否向我们展示一下，在我的这一端有哪一些设置以及哪一些软体才能够进行今天的远端的这个讲座？那这个呢，就是我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首先就是有一台 Mac，那这台 Mac 呢，它上面装了一个软体叫做 TeamViewer。那在这上面，我只要去动我的滑鼠的游标或者是我的键盘。那各位在荧幕上面就可以同时看到，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单纯的远端桌面。桌面事实上是在台中，那我透过远端登录去登录台中的这一台电脑，那我对这台电脑做什么事情，都是直接送键盘或者滑鼠的指令过去，那它就可以直接显示给各位看。为什么我不是用视讯的方法把我的桌面去显示给各位看呢？是因为如果是把我的桌面显示给各位的话，各位就会看到刷新到一半。然后呢，这个另外一半还没有出现的这种残影。但是呢，我如果是透过台中这边的桌面，但是我只是送键盘跟滑鼠的讯号过去的话，任何时候大家看的时候都是很流畅利落的。所以这个是远端桌面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目前用的另外一台电脑，一台 Windows 电脑。这台电脑它做的事情就是连线到叫做 Double Robotics。那我们这边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看到我的这台电脑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镜像的一个动作，所以我在这台 Mac 上面打开了它的摄影机，然后呢，试着用这个摄影机来拍自己啊，那就是一个俗称自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自拍打开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现在的电脑，我要怎么样？展示给各位看的应该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所以说，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我在这台电脑的桌面看到的就是这个机器人的眼睛，它的 iPad 是直接视讯到这边来的。然后呢，我如果就是稍微动一下滑鼠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上面有一排控制阀，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去操控说，哎，我这个机器人现在要长多高？或者是说，我现在这个机器人，我希望这个动作做下去，这个是真的有效果的。好，那或者是说，我现在这台机器人要左转还是右转？那不管是怎么样呢，我只要按手上的这个键盘，按左右上下。如果有玩过第一人称游戏的，应该都可以知道，那这个机器人就会这样子来移动。从我按键到它具体移动，移动之后再把讯号送回来，大概要2秒钟的时间，全部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任何人自己在家里，你只要有2台设备，不管是一台手机加上一台电脑，或者一个平板加上一台电脑，你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非常便宜的技术。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告诉驻各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说，哎，你就到旁边的店铺，就是买一个这种机器人的身体，或者租一个，现在租的也很容易了。那其他的呢？都你用你使馆里面本来的设备就可以了。你有 iPad 就用 iPad，没有 iPad 你就用一台最基本的laptop 都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使馆的人员，像我在首尔的那一次，他们会说，
就是那一次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调到这样一台机器人的身体，所以我们就从台北运了一个脖子过去。这个脖子的底下有一个夹子，它可以夹在任何椅子上。那这个脖子呢，一方面又很坚韧，它可以 hold 一台很大的 iPad，但是呢，二方面它又非常容易转动。所以我就请坐在我旁边的朋友呢，只要有人一讲话，就帮我转头，转到那一个人，感觉上就好像我正在看那个人。所以即使你见不到这样子一个有轮子的身体，你只要有这个脖子，其实你也可以很容易的跑去联合国开会，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下一个问题就比较严肃一点了，我就比较严肃的来回答。目前政府处理的上引号转型正义，下引号角度与主张，我有什么看法？以及一般民众如何加入讨论，这个是否我所推动的全民参与的社会创新的一个机会？Transitional justice，所谓的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大家知道它其实是一个过渡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像说我们说小孩要这个登短了啊，这个转它的意思不只是说本来一个形状，后来另外一个形状的这种转换的意思而已，它的意思是说登短了。等的意思是说，你要变成突破某一个界限，突破某一个门槛，然后好像在这个门槛前面要过去了之后，你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 transitional 对我的意义。那具体操作上面，大家可能都听过什么真相与和谐之类，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透过去重新检视我们的记忆，集体的记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达到对这个记忆的一个互相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理解。那有了这个理解，才能够去谈原谅。那谈完原谅，或者你可以不谈原谅，你可以谈充分的理解。充分的理解完了之后，我们才能一起往前走。那但是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玄乎，但是事实上各国在做的时候都是充满了挑战跟困难，因为光是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就已经需要花非常多的力气才能够取得。所以我想推荐大家的其实比较。不是我们这种透过远端的视讯啊，或者透过一些自通讯的科技啊，或者是透过 Slido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具体的凝聚到特定的法案，好比像说像我们就透过这样的巡回去修正了公司法。我比较不是想把特定的法案当做标的，而是想鼓励大家，好比像说如果各位之前有查过中正纪念堂的愿景工作方的话。那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对中正纪念堂有不同记忆的朋友们，越不同越好，每一边都有一个人来，然后就在那个县里去进行记忆的重新整理、跟讨论、跟愿景的发想。那这里的重点不是数人头，也不是比人数啊。如果有30个人来，他们的看法完全一样，那这其实是很可惜的。我们希望在场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一样的观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就可以去问彼此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这些不同的记忆，当然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是它后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事实是大家可以同意的，这是过去的部分，然后以及未来的部分是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我们这些用这些价值，大家都觉得说好，未来可以往这些价值走。那如果能够符合这两个的话，我就觉得这是全民参与社会创新的一个好的机会。我自己并没有参加文化部的那个座谈，虽然我的很多朋友都有去。我自己有处理一个很类似的是，在公共政策网络平台上5000人联署，曾经有过好几千七八千人联署，说要把台湾的时区啊改成 GMT 加九，GMT 加九就是跟日本、韩国的时区相同。那他们有非常多的论点，好比像说节能减碳。或者是说多开1小时可以促进观光，或者是一些很多别的啦。但是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重点就是在精神上面来区隔我们跟北京当局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呢，这个在同一个平台上也有相同人数的朋友们联署说，我们应该保持 GMT 加八。那他们主要的理由就是说，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哈。那所以呢，我们就把两边的联署的朋友都邀过来。两边各出了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所以两边各一个人就好了。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各部会，包含交通部，包含我们，甚至是工研院去研究说，到底我们日光节约时间对于我们的能源的那个试算模拟的朋友啊，包含这个股市的朋友，所有做这个气象的朋友，交通的朋友等等，所有人都到了现场，一个一个去做事实确认之后，大家都终于心平气和把事实确认完了，大家就发现说。即使我们真的改了时区，
那北京当局就要说，哎，我们跟香港连钱币都不一样啊，一个国家里面本来就会有很多个不同的时区啊，那就没了嘛。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它可能可以在世界上新闻头条占据可能15分钟的热度，但是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呢，事实上我们别的模拟演算也发现，它并没有什么别的额外的好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问了一个更后面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共同的价值？就发现说，两边的联署的朋友都可以同意说，让台湾的这个社会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提高。去在北京当局没有办法贡献的地方做出贡献，这个是双方不管要不要改时区都同意的。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里面就集思广益，去洋洋洒洒列出了各种各样大家觉得政府应该要帮忙做的这种全民外交的工作。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那个联署案，两个联署案我们回的东西是一样的去看我们讨论的结果。那我觉得像这样就是一个很有效的全民参与社会创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有位朋友问说：“我一天的24小时是如何分配的？”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我要看那是礼拜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劳雇协商的时候呢，跟院长室曾经谈过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其实蛮有名，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我可以远距上班。但是呢，媒体朋友们经常把远距上班写成在家上班，这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几乎从来都不会在家上班。这就好像是当时我辍学之后，我就到处跑去大学旁听课程哈，但是媒体都写成在家自学，这同样也是不公平的。那所以呢，我在这边特别讲说，所谓的远距劳动，不表示在家劳动，像我现在是在深圳。Anyway，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当时的劳动协商是说，我的每个礼拜一因为要开政务会，礼拜四因为要开行政院院会，这两个还没有办法远距参加，所以我也不派机器人，我愿意每个礼拜只有2天到行政院。但是除此之外，礼拜三、礼拜五你就不要来管我，我在哪里都一样。那大家呢最好能够习惯用 email 去问我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送一个纸本公文来的话，很可能要等3天到4天我才会批复。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院本部的电子化程度忽然之间就增加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用手跑公文，我们所有政委都在同一层楼啊，用这个拿个这个纸本跑公文是非常快的。但是呢，现在呢，他们就不得不使用电子的方式来联络我，因为你写个 email，我20分钟之内一定回，但是你跑个公文要等2天，所以忽然之间院本部的电子化程度就增加了。所以这边具体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如果是礼拜三，那我就是一大早到。我就到社创中心，通常9点多就到了，然后呢就开始一波一波的朋友来跟我进行咨商，然后呢咨商完之后，我会在下午2点左右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2点到5点是给之前就有挂号预约的朋友，上面的就是10点到2点是 walk in 啊，就是任何这个现场就可以挂号，那所以不需要说这个预约过后还要等2号，没有这个，我们把预约的部分跟现场的部分是分开的。然后呢，2点一直到6点呢，我6点又稍微休息一下，吃个饭。之后呢，就是临时政府 GMB 台湾这个专案的黑客松。那黑客松通常都会一直持续到9点，快到10点。所以可以说，礼拜三我就是完全用来跟所有不特定的朋友、陌生的朋友们、新的朋友们打交道。那礼拜二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是说双周二，我会巡回在各地，花莲。或者是台中，或者是云嘉南，或者是高雄的朋友们，那另外别的我会去，甚至是别的更偏不要说偏僻了，更远的地方的朋友们。那所以像可能因为我的机要秘书黄子维是高雄人，所以好比像说只要是高雄大学邀的这个演讲，我都会去。所以高雄目前是16所大学，我好像去了8所还是9所。渴望在1年之内，这个全部都巡回到。那但是一般来讲，全台湾各个地方，只要是学校，不管是大学、高中小学还是国中，只要愿意要，那我不收车马费，我也会去演讲。所以礼拜二常常就是去进行这样子的演讲。那除此之外，就是礼拜五就是开协作会议。像今天是因为是一个延长赛的礼拜五哈，但是今天的协作会议是动保警察案，就是有很多朋友们希望农委会的动保员。他们很有兽医的训练，但是看起来就没有带枪，也不是很威武。跟这个波力士大人们看起来有带枪也很威武，但是其实不一定很了解动物的心理。那所以希望能够更密切的合作，然后找出一个有创意的，能够让就是动物，特别是同伴动物更能够感觉到安全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的一个机会。我们每2个礼拜五都。
有这样子一种透过联署办或透过其他的管道来，然后把各方利益关系人邀起来协作，这就是我礼拜五。那礼拜一跟礼拜四因为都在开会，所以就乏善可陈了。所以以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那接下来是二十分钟，所以我可能要回答的会比较简略一点啊。有位朋友问说，我有没有什么少年时这个维持的烦恼？那应该是anyway， 我是觉得我小的时候，其实国一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做科展，我最烦恼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最新的研究状况是什么。当时就是全球资讯网还没有普及，然后呢，我在 BBS 上能够联系到大概都是国内的朋友，那所以我在做一些题目的时候，我就很少有很尖端的资料可以查。那在图书馆里面常常都是十年以前研究成果，所以我其实比较烦恼就是说，哎，我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可是我觉得很孤单，因为我都不认识对同一件事情感兴趣的人。那这个真的是就是很主要的烦恼。那到了国二，就是14岁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说，哎，全球资讯网普及了，各个地方的研究者都开始把他们甚至没有在期刊上面刊出来的，他们还是草稿阶段，我们叫 preprint 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丢到网络上。所以在过程里面呢，我就可以直接去看论文。然后写个 email 给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论文有问题。然后呢，事实上通常是我有问题了，但是这样子问，通常对方一定会回答嘛。那所以他也不知道我才14岁，也不知道这个我其实英文也不太好。但是呢，无所谓，我们就马上就可以来一起做研究。真的是真的是有一种非常解放的感觉，而且觉得领先大专用书都10年以上。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的这个很孤独、很孤寂的这个烦恼就被解决了。那因为这样关系，我就跑去找那时候的校长说，哎，这个在学校上课真的是很无聊啊，那是不是就帮我跟这个教育局这个假造一些文件，这个好像我要去上课呢？那然后校长就因为他也了解到全球资讯网的重要性，他就答应了。所以我除了每次段考都去考个0分之外，我就不用去学校了，然后都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大学旁听，然后去加入最新的一些研究。所以我想这跟天才与否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常说 IQ 测验是现在最没有意义的一个测验，因为大家如果有做过 IQ 测验就知道，它就是要你考你在这个图形在你脑里转90度啊。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可以带手机进场，你拍个照转90度给他看就可以，或者说他会这个考你能不能听到一些数字，然后把它倒过来背啊。那同样道理，你带个手机进去灌个 app， 你把它录起来，然后倒过来放就好。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只要有正确的 app 啊，你做任何智力测验破表都不是问题。那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智力测验测的东西是现在你在手机上随便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智力测验，尤其是成年人智力测验，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它就是你可以多方便的话你的手机的这个测验而已。那所以我想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具体的一个回答啊。好，那有位朋友问说，社会企业在台湾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在巡回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朋友会一直提出类似的问题，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系统或结构性的问题。那有很多朋友都提出说，他们本来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社团法人或者是财团法人，那尤其是社团法人，那他们做了 PO 做了很久，但是他们现在想要跟资本市场发生关联，他们想要聘雇这个专业的经理人，他们甚至想要接受投资，那这样他们是不是要开一间公司呢？但是公司法里面第一条就是说，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可他们其实真的不是想要盈利，他们是想要做这件社会使命，所以这个时候公司法就变成他们的障碍。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帮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解决法规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次送到立法院的公司法修法的草案，其实立法院甚至还没有核准，我们已经请经济部用这个函的方法说，现有的公司法从现在开始按照这个新的精神解释，所以这个已经生效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公司虽然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任何公司都得就是说他可以在他的章程里面特别写说，我这家公司它的存在，它就是要兼具赚钱跟解决某个环境问题或社会问题，甚至他可以说，我根本不想赚钱，我所有收益到的钱，通通不会给股东做股利的分配，你如果投资我100万，你就拿回100万，拿回第101万的时候，我都重新投入到这个社会的使命而已。所以就等于是用 NGO 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公司的治理，那这种是所谓尤努斯形态的社会型企业，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合法。但是呢，我们会希望这些朋友们
如果在章程里面写得很清楚，我就是这个社会使命，而且呢，我的社会影响力好像每年提一个社会报告书，那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章程，它也是得，就是说它可以打个勾，我们就放到经济部的网站上。那各位如果现在到这个社会企业的新创圆梦网啊，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所有做这种登记的企业。所以说，不管它是合作社，或者它是NPO，或者它是公司，它只要有一个具体的社会使命，很章程就可以用开放资料的方法让大家都可以检索。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一眼望去就可以知道在解决同一个社会问题的公司到底有哪些。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开始示范一个东西，就是任何人他只要好比像说他有一个社团法人，但是呢他现在想要设一个子公司。那么以前都只有大公司设基金会嘛，我们现在大的社团法人现在也可以设子公司。那但是他要怎么做呢？他必须章程要扣，就是这个社团法人他要做什么，他的子公司的章程里头写他要做什么叫公开。那第二个，他的控制权要扣，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叫闭锁型公司，就算你用劳务出资，你没有出一毛钱，你只有1%的股份，但你可以特别规定说，这个1%的股份有99%的投票权。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增资，你还是有对这个公司有控制权。那所以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哎，那这个公司的公益使命报告要跟你这个母集团、母这个基金会或协会的公益报告同时去出。所以就是说，使命扣在章程里面，它的控制权扣，然后最后它的影响力报告扣，这三个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就允许它开始跟资本市场产生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任何时候法规上面有适用上的疑难杂症的时候，我们都很鼓励他们到 sandbox.org/台湾，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大家只要挡到你的路了，那我们就很愿意帮你来解决法律的问题或法规上面的问题。因为做社会企业的朋友们，他们的社会使命往往跟各个部会的社会使命，就是市政方针是重叠的，所以我们更会愿意来帮忙去松绑这个解释，去创造更好的，就是共同创造的一个法规。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去把大家的这个创新，政府在中间以前都常常是绊脚石的一个角色啊，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担任一个加速器的角色。那这个是对这个问题的具体的回应。我们还有15分钟，有位朋友说，请问我现在对媒体有什么看法啊？比如说报道这个您要选台北市长这件事情，我是否会感到很不满？我想这个麦克卢汉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各位可能有些人有听过，叫做不要恨媒体，要自己当媒体。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只是讨厌媒体，这是没有用的。如果觉得没有媒体这个报道真实的情况，那各位都可以当公民记者，自己开始当这个好的媒体。其实我们在3.18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大法官的一个视线，那这个视线就是说，凡是有公共利益价值的事情，任何人他拿个摄影机就可以当公民记者，他享有的权利就跟任何正规媒体的记者一样，大家不可以有差别的待遇。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甚至把大法官的这个视线啊，还有包含就是在突发性集会的时候，你都可以跑去报道的这个视线，这两个很重要的视字，这两个就是文变成一个 QR code，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产生器，你只要输入你的名字跟照片，我们就可以用 iPhone 或其他方式让你印一个公民记者证，然后贴在手机或者是 iPad 后面，然后只要有警察来盘查，就请他扫这个 QR code，然后就可以让他能够跟上大法官最近的这个见解。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成为媒体，这是一件事。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其实不会对任何媒体的报道感到不满，因为呢，我在媒体访问我的时候，我也同时在访问着媒体。当然很多媒体都知道说要访问我可以，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就是我的办公室的同仁一定会侧拍。简单来讲，他如果出文字，我们就出逐字稿；他如果录音，我也会录音；他如果录音，我们就侧拍。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他取得的资料跟我取得的资料是对称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非常乐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只要我自己就是媒体，我现在看其他媒体就是，哎，就是有报嘛，有台嘛。那这样子，我就是这个发一些这个资料给他。那甚至呢，我也帮想要做调查报道的记者取得了政府内部的第一手报道，对不对？所以我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调查报道记者啊。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一个同业合作的关系，不是一个互相对抗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我目前对媒体的一个看法。然后，而且我真的没有要选台北市长啊，因为第一个我的户籍在。
备，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做这些外交工作，目前才刚刚，我们才刚刚把数位外交，就是把数位治理跟好像农业技术输出并排放在我们的接下来的外交的施政方针里面，就是最新的这个礼拜才决定的那个施政方针，然后也把社会企业最关注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也写在我们施政方针里。我今天早上才跟外交部长代表这个，所以我做这件事情目前是比较交不出去的。那对我来讲，我在这个位置上能发挥的正向的社会影响力，我想绝对比我当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要来得大。所以这是贝达尔的具体的回答。哥特说他不喜欢，世上有12位朋友不喜欢看到平板画面的我，希望这个下一次能够到现场啊，因为他觉得我在这边会更有说服力。然后科技来是人性，电脑是不能够取代我的。确实了，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机器人，就像我刚刚说的，连我的手势或者是连这个温度啊情感都没有办法充分的表达。我们这个与其再说是能够取代，不如是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我如果今天人在台中，我就没有办法去外交部，我也没有办法去讨论那个动保警察的案。而动保警察这个协作会议其实是早就已经排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权衡，但是它不能说是替代，我也没有任何人觉得说这是替代的感受，所以我当然很愿意说，哎，下一次只要能够我实体出现的话，我当然会尽量的实体出现。事实上，我跟你朋友们也都是这样讲的。所以上一次这个永续发展网络说，哎，你可以来梵蒂冈，因为梵蒂冈是友邦嘛，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啊，那所以我就飞去梵蒂冈了。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做了平板出现，所以才用平板出现的，而是说有各种原因没有办法用实体出现的时候，用平板当做一个权衡之计。那所以下一次只要我能够现场来，那我当然非常愿意现场来，也是跟这13位朋友做一个交代。有一位叫做酷的朋友啊，想必是很酷的啊，说这个艺术的音乐，那如何跟数位的科技啊产生关联？目前以我所知有很多关联的形式，它可以是透过数据，透过画面，像说你可以去把一个城市它的目前的交通状况，直接产生成音乐，或产生成这个图画，即时的这个动画，这个都有很多做科技艺术的朋友们在做，它可以更有效的让人一下子就看到目前实际的情况，而且能够具体的讨论产生关联。那然后当然反过来讲，你也可以试着把一些艺术或者是音乐，把它透过科技的方法进行分析。然后比方现在有人工智慧，他听了各种巴哈的这个乐曲之后，就可以开始去用对位法做出各种各样子的音乐。那人跟机器一起去创作音乐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可能性。那其实刚刚讲到视觉化，其实像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能有看过，就是民间有大概2000多个朋友自己去用便宜的感测器，一下子就把空气的实际的品质，把它这样子布在全台湾，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但是呢，之前我有参加过一个黑客松，在它里面的这个黑客松的第一名的作品，就是把这样子的资料听觉化。好，那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更切实的。知道说，哎，你现在随着你在地图上面的移动，那你在听觉里面就可以产生出一个，哎，目前的空气状况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实体的一个感受，甚至你可以环游世界这样。那像空气盒子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艺术来做介入的一个案例。不只是它的资料可以存在区块链上，我觉得也很鼓励大家可以想说，哎，这些资讯，甚至Alpha无人机，它在100米、200米、300米的高空取到的这些空气品质的各种资料，我们怎么样让人更能够身临其境的体会到？我觉得这对我们空气品质的对话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政府在这边跟亚洲的，可以说所有其他政府都不一样，我们对于这种公民透过这种公民科技来产生比政府环保署更大的影响力的这个工作，一向是采取不是请来查水表或者喝茶，而是打不过就加入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倾全力在用民生公共物联网这个计划提供高速的运算资源，提供这个更有效更便宜的感测器等等，就是希望就是在打不过就加入的过程里面，能够让更多的做人文、做艺术、做社会科技 STS 等等的朋友们都参与到这个视觉化跟它的讨论里面，这是一个具体的回答。那我们顺便打一个广告，就是很多做这方面跨领域结合的朋友们都会在5月5号、6号到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通常我在演讲，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卖票，但是很不幸的票已经卖完了，但是在旁边还有一些摊位可以逛，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这位朋友，有11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台湾目前的外交困境如何透过科技突围，如何透过科技来寻求空间？那这里就是数位治理以及永续发展目标这两个刚刚加入实证方针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突围的一个利器。好比像说，我昨天才刚跟我们的评审，一起讨论了今年在总统杯社会创新黑客松的108个提案里面，选出20个就是优良提案跟20个佳作提案。那这40个提案的一些特点，大概都是说以前没有办法横向整合的各个部会的朋友，跟一些媒体的朋友，跟一些公民社群的朋友一起来。说，哎，我们如果能够把即时的电力负载把它这个计算起来，说不定可以节能。我们把一些漏水的资讯放在一起，可以防止漏水。我们去透过数据的分析来看灾害发生的时候，哪些避难所会不敷使用，或者是某些地方根本没有开避难所，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调配。那又或者是说，我们透过各部会的资料，可以知道哪些朋友们很久没有跟政府相关机关联络了，那他是不是已经走失了呢？那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关心他们等等。他们都提了非常多具体可行的案例，有些很可能是科长级的公务员在抽屉里面已经塞了2、3年，因为没有钱或者长官不太支持，但是现在既然是总统来当 PM，想必就会很支持了的这样子的一种案例，把它提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这个网站是有英文网站的，所以各个部会以及各个民间的组织都会说，因为我们缺 AI 人才，或者是缺资料分析人才，或者缺服务设计人才，然后我们就往全世界撒英雄帖。希望全世界有这些技能的朋友们，在接下来就来报名，然后一起来让台湾的就是公民协力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讯息，英文讯息一撒出去，我们就接到纽西兰那边的一个加速器说，哎，他们也在做这种公民协力的黑客松，他们希望能够我们评审帮他们评选出一队，这个队伍呢是我们6月2号开奖的时候呢，总统是觉得很棒的一个队伍，那这个队伍它有可复制性，他希望能够我们这边的评审代替他们挑出一个台湾队，直接跑去纽西兰他们最后10个决选的队伍里面，在我们3个月的过程之后，再经过他们3个月的过程，把台湾的社会创新直接融入纽西兰的公务体系。所以我们在讨论，好比像说，就是所谓七大数位国啊，或者是这个联合国的网络治理论坛啊，或者是这个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啊，我们都有很多朋友。那我们只要约到4个不同的政府愿意做这种3个月的加速器的工作，我们的团队就可以环游世界了，就可以一整年这个在政府之间跑来跑去。那像这种外交，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就是在政府跟公民社会中间搭起桥梁，又在跨国的政府跟跨国的公民社会之间搭起桥梁。那在这里面呢，就是也是今天早上也跟部长沟通到的，就是说，因为反正联合国现在有个永续发展目标，在这里面的除了第17项之外，其他的16项。都是各国的做经济成长的朋友、做社会进步的朋友、做环境保护的朋友们都想要做到的事，而大家把这些目标彼此权衡之后，找到了一系列可以做某一项又不会牺牲任何一项，我们在学术上叫做帕勒托改进的这样一种方法，定成了整个全世界人类文明的这个接下来几年的共同目标。所以我们在台湾这边，我们除了在单项上面有所贡献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整套，就是公民之间互相信任、互相一起这个协力的这个做法，就是 SDG17。那如果大家很细的去看 SDG17 的话，里面包含我们所谓的宽频作为人权，在每个偏乡里头都要有网络，透过网络来进行公民参与，然后呢来让大家更能够进一步的聚焦，甚至我们这种视讯讨论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 SDG17。那所以我们在联合国的架构里面，这个可以说是台湾最能够有贡献的项目之一，而且也是我们就很坦白讲，北京当局最没有经验的项目之一。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贡献是非常具体的，而且也是非常的有能见度的。那所以这是很具体的回答。那接下来就是快问快答时间了，因为我们就只剩3分钟了，所以我接下来会做的方式就是我完全不会念出来，然后我会用非常快的速度，就把每一个就是回答过去哈。一个是说我们会在教育部，就是国民教育体系里面，
也包含大学的大学社会责任，作为高教生编里面，还有内政部在今年开始会对合作事业去做重新复兴的工作，去确保说我们所有的公共机关、教育机关跟人民团体机关都能够去把社会创新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方案。我们的法规的预算已经有了，方案应该会在1个月之内提到行政院里面。我最近在阅读的书，在今天吧。应该是一本叫做《刷新未来》的书嘛，《刷新未来》就是所谓的 hit refresh。那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下个月马上要去微软去进行准外交的准谈判，所以我想要知道他们执行长到底是怎么想事情的，大概是这样。如果我有机会当别人一天的话，其实真的都可以。我最想要当阿 P，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想知道是怎么样的生命经验会让他问出这样子的问题来。然后，复制人其实他更真诚的复制基因啊，所以等于就是说，去找一个跟自己相差36岁的双胞胎，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兴趣？我没有这样子的兴趣，谢谢。但是如果这边讲的是说，把我的目前脑里的整个状态，通通上载到什么量子电脑里面的话，这个我非常有兴趣。但是目前我并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也没有哪个研究者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啊。那这个我刚刚已经帮这个我们的库卡。库卡以及他的人类朋友黄毅哈，大家打过交道的，所以我想我就持续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回答好了，因为我现在暂时没有这个秒数去看语法的节目单。目前爆发这件事情，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黑客松分成竞争性的跟合作性的，竞争性的确实就是有种奖金猎人的感觉，那绝大部分没有得到奖金的，好像都是被底稿或者做了白工，那这个我一向就不太参加。那但是合作性的，就像肯定是政府黑客松，大家都是志在参加，大家赚到的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那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奖金，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一开始就不会在一个奖金猎人的情况，我觉得反而这个就不是公事或报酬，而是说已经知道就是来这边交朋友的人会来这边参加，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总统跟黑客松也是没有奖金的，但是来这边就有机会跟总统交朋友，所以就是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来参加。我想美学教育其实跟科技并不是两回事了。我自己的目前的桌布，就是我的电脑的桌面，它是一个叫做 Mandelbrot，就是曼德布洛特的一个碎形哈。然后它是看起来非常像一个佛陀的这个样子。那所以很有趣的就是在数学公式里面，它是埋藏着各种各样子的，就是你如果找就是 Budabrot 的话，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就是说每一个数学、哲学、物理学各种各样子的看起来跟艺术没关系的学科里面，你换一个看的角度，它其实里面就有非常多美学的成分在里面。因为美学是一个状态，那你的这个主观状态，其实科技它也可以去透过正确的观察角度，大概就可以诱发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我来讲，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啊。有一位朋友问我这个，如果跑去荒岛的话，会听什么哈？我最近在听的是Eric Whitfield，他是一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很有名的就是他在 YouTube 上面去把他的这个合唱谱丢上去，然后有一个叫做 Virtual Choir，就是虚拟合唱团，让每个声部的人自己录一小部，然后他就在全部综合起来变成一个虚拟的多声部的一个合唱。那所以我最近是在听他的人声合唱Alleluia。那以前叫做 October，它的管弦乐的部分叫做10月的这样子一份的一首歌，当然有经常差距，而且这个差距是城市里面的人比较没有想象力，然后在城市之外的人在第一时间碰到社会状况、进行社会创新的时候比较有想象力，所以这个城乡差距是负的。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巡回，就是希望能够在城里面的这些各部会的公务员们看一下实际在社会现场的朋友们是多么有创意，以及我们当他们录的话是多么不应该。然后我也不想，我不会特别鼓励年轻人做什么事情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进来变成公务员了，非常欢迎这个你进行创新。然后你进行创新，如果被你的老板挡住的话，欢迎你在 PPT 写一个站内信给我，我的账号是高举堂。然后这个我就可以帮你先做第一次来吸收风险。我做完之后，你只要跟你老板说他工作过了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但时间上这个我们已经到时间了啊。那区块链技术我们目前是用所谓分散式账本的方式在应用，
那目前还没有把它认定成一个货币，这也是跟其他的政府是类似的状况。不过你不要相信政府，因为我们有这个金融沙盒。如果你觉得金管会真的挡到你的路，你只要写一封申请出之后，我在接下来6个月想要违法，你就会在6个月能够取得违法的这个权利，想请请假这个金融创新实验条例。这个情况其实是2015年发生的，我觉得我们接下来有部数位通讯传播法。 里面会比较清楚的规范，服务提供者在他的隐私和以及其他的这个责任。那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写清楚之后，我们就比较有可能去跟各种利害关系人进行对话。所以我对数位通传法在这个会期通过是很抱期待的。那相关的投影片，大家如果找台湾社会创新发展趋势，就可以在上面找到。 创新网络服务在实务上面面临的状况非常简单，就是我如果有帮大家省到力气，或者降低风险，或者能够创造政绩，大家就会使用。如果这三个里面有一个做不到的话，大家就不会使用。那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至少把吸收风险这件事情做好。但是如果有没有省到力，或者有没有创造政绩，这完全看各个公共服务员，因为我不是任何人的长官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命令任何人使用，所以大家就是用一种愿者上钩的一个做法。 我有做过好几次VR演讲，就是我戴着眼镜，然后现在看到一些空的地方，就忽然间冒出了另外一个空间的人，我们可以把两三个空间叠合在一起。这个技术是已经蛮成熟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未来也可以来试一下哈。这个请看我们数位国家创新经济的那个网站 dg.yweb.dg.ewgow.tw，就找数位国家就可以找到，上面有非常非常。 详实的非常非常多字，我如果念完之后非常扎实的分析。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政务官跟事务官的关系是公共行政学上面的长期民主治理的一个挑战。我自己的做法就是说，我是政务官，但是我不觉得我比事务官高阶。我如果有 credit 有业绩，我都分享给事务官。但是呢，如果这个有发生问题，一律都是我的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尤其是在拟稿阶段有逐字记录的情况下。 跟我合作的事务官们都相当有创新，所以这是我的实际建议，就是把拟稿阶段的这个过程也在所有人放在我的情况下公开出来，让大家看到说这些首长在剪彩啊，这些后面的这些具体的新的建议，其实都是专业事务官做出来的。那这样子，大家我觉得在担任公共服务员的时候，才比较会有 proudness 啊，才会比较自己有自豪。定义是这样，就是你要有明确的社会使命，就是你要社会走到哪里去，你的 mission。 你要有一个商业模式，你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你有创新的这个地方，以及最后要有 social impact， 你要对社会产生冲击，这个冲击要公开揭露出来。所以就是 mission、model、impact， 那有这三个要件，我们就说它是社会企业。那当然有些 model， 有些创新的模式根本不是 business model， 它不是透过商业力量，是透过别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它还是社会创新，只是因为它的社会创新不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所以我们不会把它叫社会企业。 所以社会企业是一种商业模式上的社会创新，但是跟任何社会创新一样，它都有社会使命跟社会冲击力这两个部分。一般人的观感就是，好比方说有人坐着轮椅，坐一坐那个轮椅就飞起来了哈，那应该是会觉得很羡慕吧？那但是这个也是就是具体让大家看到他们专业的一个方法。我想它当然是真的可以解决的啦。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们也不会看到那么多的。 成功的社会企业，有屹立20年而不摇啊，像刚刚讲朱富联、莫喜、谢安尔，李仁这些例子，只是说我们在一开始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批准，一定会转换好几次。那只是说我们不要把转换看作是失败，而是看作是分享出来，让大家都能够学习就可以了。确实，就是我们要把章程用开放资料的方式，以及把社会影响力评估报告用开放的方式分享的原因，就我们让任何第三方都可以看到，你挂羊头卖的就是羊肉。 挂狗头卖的就是狗肉，那对，希望不要有人挂羊头。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其实双方都可以做自己作为公平，政府不会做成一个好像你只能挂羊头挂狗头，但是我们可以确保你挂什么头跟卖什么肉，大概都可以让大家看得到。By the way， 我是吃素的，就是我是按照动保法不吸脊椎动物，但是 anyway 这个是 besides the point。然后有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我这边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我们从网络上面，我们不要去看声量，我们去看它有多少的 diversity， 多少的多元的程度。我们设计的所有的空间，都不是拿来浪费彼此时间的，而是拿来让新的论点能够冒得出来。
所以我们在下面都没有彼此回复的功能，就是这个原因。你看到一个人不高兴的论点，你只能提出一个新的论点，而不是去回复他或者去对提问的人做人身攻击。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像 Slido 上面其实是没有开回复的功能的。那其他的部分，我发现大家还在问问题，所以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这个解决掉的这件事情啊。目前没有这个状况，因为我们的做法就是骂得最凶的人就邀到厨房来，所以任何人只要有不同的意见，接下来就变成我们同事了。所以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发生这个情况。这个我想是没有办法一蹴可及了，就是要在每一个过程里面，好像我们在接下来政府数位服务准则里面就会说，我们要第一时间把第一线的设计的朋友们都带进来。这个话到医院有回答过了，演出者会不会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我是有感受到大家的注意力，完全不痛苦，而且工作上目前因为院子上工了，没有碰到挫折的情况。这个部分是教育，刚刚有讲过素养教育的部分。我入格想要做的是一个素养，就是说我想要大家都能够透过我更知道彼此在做什么。我并没有目标，目标就是大家想做什么就是什么，因为这样所以没有碰到困难。自给自足就要看他的 business model 够好，或者是他需要转换，这个没有办法一概而论。那用 iPad 没有办法捕捉全部，所以我们下一次啊，真的考虑把我们同事设计的那个机器手啊，不要装一个，可能装两个吧，在这个四周。那我想，这个可能没办法装到牵手的程度了，但是两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能源政策，请看能源政策白皮书啊 ，Energy White Paper 大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有 bias， 这很好啊，大家都往各个方向的 bias 都能够彼此倾听，这个就是多元社会的这个产物。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在中午的时候已经确定我要去参加协作会议了，它是在台北的财资中心，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我们之前我第二也已经有去过杭州美术学院了，而且还是在我入格之后，所以可见就是机器人是无国界的啊。然后AR 基本上就是 VR， 比起 VR 课程稍微慢一点，但是我想应用也是更广一点。请你不用20秒时间，简单说一下活动讲座的时间。那下次活动讲座的时间，就是我还不知道我们要约，这样应该不到20秒了。最大的挑战或者困难，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大部分都是期待管理，就是大家会希望说10年的问题要10天就要解决，没有这种事情的。10年的问题要花10年的时间解决，只是我在这10年里面多陪陪这个所有愿意解决问题的人，稍微加速一些这个进程而已。那我想真实的体验跟接触还是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现在在做的这些科技都是在模拟它而已，我们慢慢趋近它，但是这个速度就像往无政府主义或往安纳奇一样，这个当然是相当慢的。我们真的可以来用手机，没有问题。那若是购买商品要付现了，有我们在那个空总的这些，就是不管是弱势还是偏向的商品都是行动支付的。那我们现在也因为就是大家行动支付的体验变得比较多，我们会让它变得比悠游卡或者是刷更本一卡通更方便的情况下，让大家采取行动支付更有诱因。毕竟我们跟其他的非洲国家不一样，不能够靠这个伪钞猖獗，或者也不能够靠 ATM 都这个无法设置来提升行动支付。行动支付要提升，我们真的就要比目前的支付手段得到便利，那也是我们目前具体的这个做法。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报告，那就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也很高兴跟大家这个度过这段时光，谢谢大家。上我们现在演出已经算结束了吧，所以大家如果对机器人有兴趣的，可以到唐凤委员做近距离的。然后你们那边好像 mute， 所以我现在其实就听不到现场。人形立牌一样，可以使用。
演讲快结束的时候，他们那边静音了，所以我现在是正在体验一个听障人士的一个感受，所以还好不会读成语，所以对我现在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各位如果还有问题，其实是还可以小小提问，不然就拍照。你们换了一副耳机给我，我现在终于听得到大家说话了。您好，那以前有这样子的经验过吗？就是被大家这样拍照？没有，这是第一次。上次在故宫南院的时候，因为馆长在旁边，院长在旁边，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靠近。